过去一点点。大哥，咋了？你这个车怎么卖？我这车啊。对。45元一斤。45元一斤？对呀、啊。那你这个农虾呢？农虾58元一斤。58元一斤。这是一个大游行，这是那个夏洛特女王。盛花期的月季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的花会接连不断的开放。如果它有残花的话，你要马上剪掉，这样的话能把资源留给后面没有开放的花苞。现在教您怎么来剪。这是一个典型的残花，从这个花往下数，可以看到一片、两片、三片叶子，在第二片和第三片叶子中间的地方下剪的。啊，这样，这时候你会看到一个饱满的芽点露出，这个芽点将来就会长出一个新的花枝来。这个动作经常操作，你的月季开花的效率会比别人的高很多，学会了上进。老板，这边有没有娃？
案没有？没有，只有喜之狼。是瓜雪，一只马，我，我，我，under water 刷，刷刷刷。小姐姐，小仙女，厕所在里面，好吗？嗯，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你看看，你妈妈都笑了。妈妈，你妈，人家还小。小爱同学，对，打开电风扇。连空调也买不起，还整天让我坐这坐那，老娘当初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。是爱棒棒糖，爱棒棒糖。你在吃啥？我在吃兔子啊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很想再吃吗？我和丐帮之间的恩怨已经太深，没必要再和丐帮纠缠下去。你分明是心虚不敢面对。我乔峰要走，你们谁能抵挡？媳妇，为什么你早上会送我，晚上会来接我，天天如此，是爱吗？嗯，自己他妈心里没点逼数吗？考个驾照他妈得考了三年了都没考下来，我嫁的是猪吗？啊，好痛！果然舍不得放手的人是最痛。啊，流着泪说分手。继续匆匆忙忙，花花长长，在别人的爱情馆里寻找那些。
自己活不适合自己爱情模糊。麦的灰机停一个，吃药药，不吃药药，吃药药，不吃药药，吃药药，不吃药药。